同样也是校园的消息，宜兰市立幼儿园的童心飞扬慈幼周活动要开锣了，而这次是规划四大主题，不但开放教学参观，也举行了亲子讲座，而今天登场的是趣味闯关游戏，让小朋友都玩得相当开心。地震来要戴浴帽，对不对？对。地震来戴浴帽，对不对？市长阿北担任闯关关主，戴上浴帽、安全帽，考考孩子的防灾知识和临场反应。来，火灾电话要打几号？119。拿着食物的图卡，不管甜的还是咸的，都有搭配的调味料，配对了就完成美味派对的闯关。红豆要加什么？豆花。豆花加什么？豆花加什么？在宜兰市立幼儿园举办的闯关活动是今年童心飞扬慈幼周的系列活动之一，另外也举办教学参观、亲子讲座以及才艺表演，展现教学成果。你这个部分咱最重要的就是要教师跟儿童跟家长三方面的一个结合，让他们知道说互相要让孩子更加有健全一个学习环境，是要家长跟老师之间互相来配合，才可以让小朋友他们体验他们儿时快乐的一个学习。慈幼周的规划也在鼓励家长走入幼儿园，了解孩子在校生活与学习状况，加强和老师互动。宜兰新闻记者黄竹汉报道。